冠廷哦，伊为着要替公司求生理，啊，常常爱三不五时啊陪客户去饮酒应酬，啊，暗时哦无闲甲转来，搁爱继续无闲啦。伊哦，安尼身体拢拍歹去啊，我看咯，真正是足唔甘的呢。你也唔甘你的后生，我嘛会唔甘阮的查某囝啊。黄冠廷扛起来无闲，小叶敢无甲关心？敢无甲照顾？小叶伫阮娶家，阮甲当作大宝贝伫疼惜。过来恁黄家做媳妇了后，厝内底大大细细的代志拢是伊伫做的哦。阁爱忍受黄冠廷伫咧背后安尼偷吃。今仔日我是恁查某囝受着这种委屈，恁敢袂感觉心疼？歹势啦，是我唔对。是我无甲阮囝教好，啊！不过阮冠廷哦，伊已经知影唔对啊。伊哦，甲迄个林慧姐，甲代志讲好清楚啊。因两个人哦，袂阁勾勾缠啊啦。想起嘛会足嘴大。你莫个代志哦，拢塞位个外口迄个查某人去啊。对啦，林慧姐是唔对啊，又怪别人的翁婿啊。啊，不过黄冠廷啊，安尼伫外口偷食哦，啊，即马因某阁有心啊哦，安尼罪加一等呐，该死啊。冠廷伊是唔对啦，啊，不过伊哦，伊做唔对代志，伊本来就是应该爱担，是讲吼，即马少年人难免的一时糊涂。是讲袂用哦，因为伊做一件唔对的代志，啊，就拆散伊甲小叶这么久的感情啊。搁再讲啊，小叶哦，伊即卖已经有心啊，伊巴肚内哦是阮黄家的后事呢。你还搁会记得阮小叶有心吼？那安尼哦，黄冠廷趁小叶有心的时阵哦，伫外口偷食，罪加一百等啊。是啦，这拢是阮冠廷伊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亲妈。囡仔出生吼，袂用无爸爸啊！安尼，囡仔会足可怜的呢。我拜托你啦，你着看在囡仔的份上吼，给冠廷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今仔日哦，就是来甲你警告的。阮小叶是有后头厝通我靠的，你若是搁有小叶哦，伤心流目屎哦，我甲你讲，阮全家的所有的人哦，拢袂放你煞。听讲，这是予伊淡薄仔小小的假戏，算伊好高温啦。阮大姐哦，出国进香无伫个啦。若是阮大姐知影哦，恁安尼糟蹋阮小叶哦，我甲你讲，伊提性命甲恁拼啦。再见，拜拜。一个好好的家，母甲平安呢，即马是要安怎？冠廷偷吃的代志别空啊，亲家是落满地，一定袂让伊好过。啊，佮有小叶，唔知影是安怎想的。阿弥陀佛，天公伯啊，保庇，阮冠廷的婚姻哦，千万袂用毁掉。我是先打电话甲冠廷讲一声。接啊，南家姐。你惊呀？爸，这一切拢是误会，你替我解释啊！你解释啥？啊？事实摆在眼前啊，你是要解释啥？这一切拢是误会啊！什么误会？你真正当作阮大家青梅啊？还是你有失忆症？我昨天给你看过的相片，你今仔日就袂记？还是你真正当作阮大家是甲你讲真笑？我是跟你讲过啊，那张相片无多正面证明啦。
哎呦，即摆我迄种 AI 修图的、P 图的，足流行的啊，一定是有人要陷害我。你若无做亏心事，啥物甲你陷害啊？我知影，我想到啊，一定是蔡大富，伊早就看我袂顺眼啊！你何止讲大富啊？恁爸是还真是好诶，我当初是安尼相信这白骨讲的话。恁爸佫把大富啊讲到咧无一块好，结果大富啊根本无冤枉你，你真正伫外口偷食啊！爸，毋是你想安尼啦，不要叫啦！恁爸无你种哦，无情无义囝婿。看蔡良这个态度，今仔我若是要作证真底，你是不可能相信我的。你是鬼啥意思？你鬼啥意思？你干嘛起来？起来！你站起来啦！你明，你莫了准讲你安尼鬼，等你就会原谅你哦、喔。你这大渣男，无，你不是渣男，你是恶心的蟑螂。你到底凭什么对不起小叶姐啊？我承认，我承认拢是我的莫是我对不起小叶。不过我早就已经后悔啊。是我家己犯错哦，做出糊涂的代志。才让你这么生气，不过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爱小叶，我一生只爱伊一个啊！你若真正爱小叶姐，你就袂做出这种代志啊！是，我承认，我承认我做唔对代志，不过小叶人咧讲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讲吧，我犯了。全天下查甫人拢会犯的错误，唔该你家己想看嘛，啊？你家己嘛是安尼？你好意思替我跟你比哦？爸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唔对啊啦。我知影他们要回去。其实我家己以前站在要划清界线啊，要跟伊要扯安尼离离啊，我知我是要跟伊分手啊，是一定唔甘愿，一定要高高凌肯帮我耍。所以你现在意思是怎样？你很为难的啊，很可怜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原谅你啊，这是怎样啊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做不对，当然要付出代价。其实我早就想要找一个跟小叶坦白讲我所犯的错误。不过吧，你也知道小叶现在有心啊，我怕他若是知道这个事情，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啊。没问题，你真的好恶心哦。你莫提小叶姐当作借口好无？这个男不是阮抓到你，谁知影你这只恶心的蟑螂，我嘛敢当死？我是恁师傅的，你还常常故意你搞嘛？你小叶听了也无欢喜，知无？你臭耳朵，我就讲莫提小叶姐当作借口啊！不，你是耍妹啦！不，你是耍妹啦！你是袂使骂哦！你敢安尼反袂家己母囝哦？我安尼骂你哦，拄好尔啦！你这唔正经，就是讲的。出国的渣男我有看，啊，不过陈秋怡这种恶心败类渣男，我也是头一次看到。你就是人咧讲的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小叶姐，婚姻破碎，家庭失和啊！爸，我即摆伫只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我的真心话。我真正足爱小叶妹妹，我袂当失去伊啊！你莫假啊！前一天还佮林慧杰冷调调的人，佮还意思讲家己爱小叶姐。我来甲你讲，迄张相片袂当做证明啊！我都证明啥？啊，你想怎唔换一个角度想？迄就是咧，当证明讲我这李玲慧一个高高伫遐证据啊！我早就想要甲伊切哦，你也想要甲伊分手的。其实迄天哦，伊甲我冷调调，后壁还佫有诶，毋是迄相片看安尼尔，因为后一秒我就甲杀开啊！迄根本就是有人要甲我陷，互你看图说故事好啊！洪焕庭，你真正足厉害呢！拢你的话，拢你咧讲啦，即个嘴好累累，即马佫想要颠倒是非啊！好啦，你莫甲即个后壁讲啦。你边啊？我就开去。好。恁爸哦，若无甲伊
这个唔正经，假死侪哦，你唔知听啊？你干咪听？爸，你要做啥？你要做？小叶嘛，迄几个人哦，替你就替你牙受，你也来回，你也来回报的啦，啊！啊啊！拜托，我知我做你代志，阿不要得，我做你代志，你别个怕，你个怕了，我不敢加呀。你是不是怎听的啊？啊！小叶真艰苦，煞家己红衫咧反背，唔敢甲爸母讲。你这个听哦，该变起来哦，你这变个这一百倍，你真贵啦！你别来受着哦，小叶哦呢，唔敢甲厝里人讲哦，家己咧坐人头头变起来，我嘛知哦，我咧受着，你别真个听啊！水啦，爹哩，就是安尼。我你我弄唔着，你别个怕，阿无安尼，我甲你跪咧脚头，我甲你跪咧脚头嘛，拜托你管着我一摆，我。蔡良生，你凶，你真了不起嘛？讲一句较歹听，既然你查某囝受到伤害，我算是你报应，是你欠我的。我唔对啊！我不应该伤害小叶，请你原谅我一摆，请你看着小叶巴肚内有我的囡仔的份上，感觉你要目睭紧紧看着阮的家庭破碎。你较早嘛是为着小妈巴肚内底囡仔求妈原谅啊，可不是？为什么你会当我的命啊？真是你讲啥？走！恁爸跟你讲啥也袂用的，因为我对我某是真心的啦。啊，你这个笨手哦，你跟他利用啦，做这个你某啦。爸，你安尼双重标准啦。双重标准，王冠，你若是感觉无公平，无啊，你去换一个啊，你敢无？你唔敢？为什么？你心虚啊？所以卖替你跟阮爹弟比。你快出来！我跟你讲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这摆不是古早时代，所以查某人无需要为着婚姻就安尼。我干你啊！我才小一姐，我这么爱你，你算干来反背伊？你说你这摆所有一切，拢是小一姐害你，跟你做嘛骗我袂怕死？你说我小一姐，让你伤心，让你痛苦，你真正是一个渣男、垃圾、呸！拄则是我看不着的，是我犯的错误。我承认，我只是希望讲吼，你能将心比心，给我一摆机会。敢讲啊你？跑个，安哪啦？龙哥哥，你先听我讲，咱家大宝贝要出代志啊！哦，你先莫着急，我即摆当水鬼，好好。爹地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小叶讲你动代志啊，这么人你便宜啊，行。那安尼，行。爸，小叶这么做安怎？管你屁事！我当真怀疑你。管你屁事啊！爹地，卖疼，咱去病院看小叶姐。爸，你怎么这样啦？你都是个便宜啊！你是嫌小叶姐无够伤心是吗？我来讲，小叶姐这么想无想要看到人，就是你。你哪敢玩？我看你一摆，我操！卖！你皮还没得干呢啊！我若无用耍我，你别再处理你啊！哇，干那没事要耍就要弄白干。我操你！
你搞会记，我所受的这个不了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走。妈，这把狗随去病院你莫阁细细念啦，我无时间甲你讲迄话无个啦，你赶紧出门啦！啊！哎，我这根本就是真正。